决赛第二盘的单打，石川佳纯对刘诗雯。对刘诗雯来讲，她的压力和她的难度就会更大。专家纯的是可以走，自己而不是等待，就等待我这个状态镜头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即刻把它挥发掉，陈嘉纯好球，好的，好的，独特的，核心问题。好球，对刘诗雯的第三局比赛，时的拉开比分，一直拿下比赛。现在是0-1落后，打开局面的一些球啊，需要多一些。好的，好球，这个球多高的质量来，双方的第四局啊，不仅仅是和对方对付来对付去，两个项目，球的质量、球的速度、综合方面都要远远高于石川。赛场的
这个车上也是巨。好球，刘诗雯加力正手继续。好球，好，有啦！打开微信扫一扫，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，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，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、乒乓球技术文章、乒乓网最新活动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紧关注吧。